そう、じゃないっすよ。あー、ないっすよ。就生抽稍微把少点，生抽喊你，哇，生抽来喊是喊，因为你把那个生抽把的少。嗯，这里是汕口花园的幽兰居门口。嗯，还可以，它的冰也来了哈。嗯，谢谢啊。今天出去办点事啊，走在路上突然觉得前面好香，前面一个卖那个手撕鸡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里。他摊子的人气很旺啊，刚好今天周五，小泽放学放得比较早，给他买一点回去，我跟他一起吃吧。现在去看看。老板，给我砍半只啊，我只要半只。好好好，可以。这个是怎么弄熟的？把它煮熟的是吧？这个是先要卤，然后再把它蒸一下，然后再用冷水泡一下，这皮就很脆了。我试试怎么这么黄、然后再把它再这都是黄皮的土鸡是吧？它不是，它是那个放养的。您是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随便，你看看哪个卖相好。我觉得这个小一点卖相还挺好的哈。一天可以卖多少只啊？一天卖十七八个吧。十七八个。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对，好，你好，蒸一下是吧？这个29块钱，29块钱、对对对对。OK， 好的，半斤，好的，这个点小可以吧？可以。你好，这个29块钱。你要放辣的吗？放一点点辣。好的，因为我说给小孩吃。好的好的。对。老板，看来你年纪不大呀，对，创业嘛。有没有30岁啊？差不多。刚好。您还是看就看出来了，就这么老了。这个鸡弄得很熟啊。对对对。手撕都可以把它撕开。对对对，它就是要蒸熟一点，因为在武汉这边吃的比较烂。对对对。广东那边的话就吃的比较硬因为我去过广东很多次我一看我特别喜欢吃广东那边的粤菜一看到你这个招牌上写的是广东那边的风味我就过来看一下这个是放的啥呀这是椒盐这个是蒜蓉这个是芝麻油秘制调料对对对对这个是香菜花生多给一点好辣椒放一点吗？辣椒放一点点，因为小孩吃的。好，一点点，好吧。这个是啥呀？这个？这是，芝麻油，麻油嘛，这个生抽。
吧，我妈妈给我们试的时候也他妈好。一只鸡大概两斤左右是吧？啊，两斤多一点点吧，不到两斤吧。好，来，好，好的，谢谢，好好慢走哈。小泽，哎，小泽呢？小泽，你睡着了？小泽，你再骗爸爸，没睡着，你说睡着了？我在钻那里面去，等你一说实话，我在提。啊，看爸爸给你买了啥？糖啊。没买糖，我买的是手撕鸡。那打开、啊、吃吧，嗯。是小的、嗯、好吃，好吃吗？好吃是吧？好吃，爸爸也尝一下。好，我来尝一下，你快吃啊，宝宝。啊、嗯、这个鸡肉给你啊、嗯、来。这道属于凉拌菜，凉拌鸡，辣不辣，小子？辣不辣？有点辣。爸爸还特意让那个叔叔少放点辣椒。你在哪买的？我在汉口花园那里买的。好吃吗？嗯。